三昧是什么意思呢？三昧是正定、正受、等持。正定是心住在一处，这叫正定。住在正法，不是住在邪法。我们念佛的人，心要住在阿弥陀佛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果心里头真的只有阿弥陀佛，我们跟阿弥陀佛就非常接近。要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果然真的是阿弥陀佛。你在这个世间呢，感官全都变了。怎么变呢？你看到所有的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也是阿弥陀佛，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你就成佛了。你成的是什么佛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自己就是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这个很难懂，但是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阿弥陀佛是我自性变现的，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中风系列法师你们做得很久啊，这个本子很熟悉啊。中风禅师在开示里的时候，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他讲真话了，他没有骗人的。事实确实如此啊，我们迷了不知道啊。迷了受这个苦啊，这苦受得很冤枉。那为什么要学佛呢？求觉悟嘛。破无明求觉悟。所以我们要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顺境逆境都是阿弥陀佛。善缘恶缘也是阿弥陀佛。我们的心就平等了。心就清净了。顺境对我们有利益的、有帮助的，我们感恩；逆境恶缘对我们有障碍的，也是好事。为什么呢？帮我们消业障嘛。无世界来的造多少业障，这些人回报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全是消业障。业障消完了，我们大幅度向上提升了。这些人帮助我，我要感恩的。如果我对他还有怨恨就完了，那就跟他一样了。那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在六道轮回里打仗啊，这个很辛苦啊，双方都痛苦。他不觉，我觉了。他打我，我不打他。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迷雾啊，就在这一念之间。啊，对立迷，啊，不对立感恩就觉悟了。这是学佛跟不学佛不一样的地方啊！啊，正受，受是享受，正是正常的享受。正常享受是欢喜啊，法喜充满了。啊，如果我们有怨恨，不正常；我们有对立了，不正常；有矛盾、有冲突，就更不正常了。啊，和谐是正常的，欢乐是正常的，这都要记住啊。等持这两个字的意思更好，就有深度了。等是平等。什么是平等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才是真平等。啊，持是永远保持。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通通保持着平等心。这是什么？这成佛了。啊，平等是佛心，六度是菩萨心，十二因缘是圆觉的心，四谛是声闻的心。啊，平等是佛心呐、啊，我们本来是佛了，本来是平等的。探玄机。第三卷述啊，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慈明等持。你看，立、成、佛故。成是什么？昏沉。浮是浮躁。啊，人在平等的时候，不浮躁，也不昏沉，他清醒。一点都不浮躁。啊，现在我们看这个世间人，啊，不是局部的，是全体的。啊，走遍全世界，你去看看，人都是心浮气躁。啊，这就苦了。人要心地清净平等，他就乐，他就自在。啊，他就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定慧等故啊，名等者。这个在初学。啊，初学的人。啊，必须要懂得。这些境界出现，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心浮躁的时候要用定。浮躁怎么定得下来呢？你念佛，我把一切妄念都放下，我一心念阿弥陀佛，心就定下来。啊，心吊举，心不安，妄念特多。啊，所以我们选择念佛的方法、拜佛的方法、精行的方法，啊，很多方法能调节我们自己功夫，让它静念相续。啊，昏沉的时候，我们拜佛，或者我们精行。绕佛走动啊，站在那会昏沉，坐在那也会昏沉，
啊，我们走动，啊，用方法来调节，啊，心不善故呢，注意静故，明持，啊，这个持就是住心一处，我们就把心住在阿弥陀佛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不但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修行49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把他们讲经教学功德加起来都还比不上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功德多大，没法子说。不但我们说不出来啊，诸佛如来都说不出来，太大了，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有这么大？那你就好好的去读这部经，这部经上讲得很透彻。啊，你要不认真细心去读，你不知道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你不会把心住在佛号上，原因就是你不认识它，你不了解它。真正认识，真正了解，你会死心塌地把心住在这佛号上。啊，我不再胡思乱想了，想任何事情，说不好听的话，都是造轮回业。只有想这一句阿弥陀佛，你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保证你一生证得佛果。比什么都重要啊。